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天一个婚姻新闻。西南气流加上卢比风台影响，中南部连续几日间落大雨，婚姻沿海嘛淹水严重。立委苏智芬特别邀请水利署长赖建信到四湖抽水站会勘婚姻沿海排水设施，协助当地居民解决当年的淹水问题，让居民卖阁为着做大水来烦恼。西南气流加上卢比风台，和中南部大雨落袂停，导致婚姻关沿海做水灾。四湖乡埔仔寮庄内已经几啊年无做大水，即届大雨是造成普天宫头前积水严重。立委苏智芬为此特别邀请水利署长赖建信到四湖埔仔寮抽水站进行会勘，了解婚姻关沿海排水的问题。前起码，迄方我开始争取的吼，即个咧看十几冬啦，拢毋捌淹的啦，到今年。才淹啦！今年这条冻条嘞，无人逐年拢作顺的啦。这几天的时候大雨啦吼，啊，所以咱的下轮哦是降落，啊，刚才不要聊破天荒也的时吼，但这几年拢唔捌淹过水啦吼，啊，淹到相当的悬吼，目白色感觉真恐慌啦吼。刘伟苏智芬表示，目前不要聊抽水站有水门以及排水口刷酒即刷两大问题。水利署长赖建信强调，抽水站完成了后有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平时地方就要来做好保养，才袂怕生了后的更新。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抽水站的话，它大概有两个问题啦，一个是咱的水门的问题，啊，第二就是咱看到我后壁面的时吼，啊，迄自然形成吼，啊，足长的啦，啊，佫足高的吼，而且个沙洲吼，所以这边我们就是要拜托水利署的署长吼，长远来看这个沙洲还是要把它移除啦吼。这抽水站做好了啊吼，包括自洪池做好了，这个所在先水患就过去几年，那我都获得改善，啊，但是咱有好的建设，咱嘛是爱有经常的维护。包括水门的内挖啊、淤积的部分啊，吼，可能是未来吼，大家爱去注意的。因为在管理，不管是讲刷的粉刷，影响水门的开启，以外，就是搞这个瓦石，咱爱去定常的去检查，经常啊，吼，伫退潮的时较斟酌的啊，把这个水门啊做一个排泄的时阵，咱的退水就较好。对此，婚姻关水利处长柯宏博表示，今年六月水利处有确实做好水门清淤的工作，不过也是会过来检讨，若是有需要会过来加强清理。每年的一个重汛期来之前，重点我们都会去检查。经过我们了解哈，我们在六月份在那个水门有完成清疏，我们会再去检讨哈。因为就是最近的一些漂沙的一个变化，常常一个海潮之后又有淤积的现象，也有可能，所以我们确实在六月份有去完成，我们会再去检查，有需求我们就再办第二次也没关系。外口大雨落袂停，厝内又搁做大水，实在是让人真头痛，就希望排水的问题会当赶紧来改善，让民众唔免搁烦恼，会来做大水。记者柯宣采访报道。